好，假设你有很多的图片档，你想做一次帮他们做有次序的排列，我们会使用到大量更名的一个动作。在我们系统怎么做呢？就直接请你把图选起来，按右键命令稿大量更名，它会要求你输入前置文字，比方说我输入 A0 好了，确定，它自动会帮你改 A0-1 A0-2 A0-3， 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大量更名的一个动作。